汪汪。大家看好了，猪仔杀手小狗 J 登场，这只打艾希，前面的话不太好打，然后六等不要被滚到雪球的话，就可以换我滚他了。哦，咋办呢？怎么会有人在那里啊？讨厌，机器人怎么在那里啊？我就像是溺水的小狗狗啊，只能自己爬回来了。为什么不找伞啊？因为找伞和玩伞是一样啊，没什么改变。哎，哪差那几秒？我刚刚这样子揍他，多打了他100多滴，那机器人都要气死了。抓一个扣哥魔下来，只避了他一个闪，他竟然打了我100多滴，他现在心里头那个恨啊。哇，奶妈要岔赛了，兄弟揍他。可以奶妈，我还有保底输出，不用害怕，我是保底，他必须死。哎，没了，那个，你们先上六了。哎，我的小兵一个一个在我面前，倒下了。拉卡要岔赛了，可以拉卡，然后拉卡这一波，哦，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但是死亡宣告要死。哇，机器人真的是我的好兄弟啊！大家请给这个机器人最热烈的掌声，谢谢你机器人。原本第二个我们要再追一段时间的，他决定了不拖泥带水，再送你一个闪现。我们刚刚如果要杀那个死亡宣告的话，可能蜘蛛都要缴一个闪。机器人觉得这样不行，怎么可以让对面来gank的还缴那么多招，我直接缴闪现帮助你们带走队友。那宣告刚刚那个闪现 W 也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，韩国的机票又要多卖一张了。小帕，兄弟打个招，看来要保底输出了。没有，不用。扣魔魔要出鬼锁啊，我后面还是会出鬼锁啊，在第四个装备吧，第三个装备了。哇，单杀小猪仔！大家没有看到我刚刚那一口老痰？天女散花。哎，我们来拆上路了，兄弟们。好吧，算了，先回家吧。哇，遇到杰西了。我这个累积了一个礼拜的老痰，一口气把他给喷死了。刚刚打那一波打的我是口沫横飞啊。我为什么不是负 Q 啊？因为负一可以缓速，然后清兵比较快一点啊。觉得一的缓速比那个 Q 的攻速有用啊，个人的 feel。说啥了？我快打每天还是有在练习的。我早上就先晨跑完回来打一下快打，虐一下那些人，然后吃个饭，接着下午就开台了。每天的作息都很健康，洗脸刷牙，那一定会有啦，那个正常是不用讲了吧。我早上还先张开眼睛欸，没有，洗澡也是正常的流程，那个都不用讲啦，大家都知道啊。
又不是什么特殊的事件。哇，好卡哦 ！FPS 怎么是剩40啊？我要把生命开战了。这克雷德怎么跟上一场的不太一样？好猛哦！他是一只鸵鸟王哎！我又帮助这一个，我又帮助了这个叉叉航空哦，再次卖出了前往韩国的特快机票。